哎呀，不要搞这种回忆杀了好不好？再看到他有什么感受？就是再看到他的时候，就是如果说我现在还是坐这把椅子的话，也许我很早以前就淘汰了，我就不会在这边录这一段了。说明我是在不断的在往上爬。其实我当初来的时候，我也没有抱着一定要出道这个想法来。这个梦，我做了8年，我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当你上到那个舞台那瞬间，你知道那种瘾吗？就是那种瘾上来的感觉。Can't Stop 的舞台，让我把这个瘾又提升了。对舞台这种渴望的这种瘾，我戒不掉。我在舞台上面，我心才是跳的，我才是活着的，我才不是行尸走肉。因为唱歌跳舞，这真的是我很喜欢的事情。大家也知道，参加偶像练习生，每天熬夜排练，非常强度的训练，然后大家拍摄也排得特别满，就是状态也特别累。但是我觉得我乐在其中。如果出不了道的话，也许回上海看看店，去海边散散心。但是我不想这样。我那两年，就离开舞台那两年，我每天晚上都睡得特别不踏实，因为我觉得很空虚，就是有的时候还觉得活得没有意思。因为我觉得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了，不管结果怎么样，希望他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。还是那句话，人生短暂，何不搏一次，为自己。